几声就。现在已经凌晨一点多了，老板刚刚来开门。你好，老板。一点多，还觉得过得还挺好，两点一线的生活，天天上班下班回家，我觉得这样就挺好了。好，谢谢老板，还给送点酸奶，送点牛奶。一个老大爷送了点蔬菜还有肉，送的时候那大爷把社区给他的水果，一把香蕉，一根也没吃，全给我了，不要死活要硬塞，人间自有真情在啊。尽自己能力吧，反正每天比上班有劲，你送过去之后看到的都是别人的笑脸。